剪刀石头布。三宝啊！你也去，过去一柱擎天。小伙子，你在干嘛？如果李新蕊被拔走，你就换个目标嘛。换你们！我小伙子，你到底开始直起直追了没啊？我一定能尽全力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。同学，同学，我比较想跟新蕊当同学。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这，那多好。喂，你跟他说明天吃排骨饭。哇，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还要做一样的事，我靠，好肉麻啊。像你们这种远距离恋爱根本撑不过半年。撑屁啦，我哪里有撑。为何不放弃时过往云烟。我觉得变了。你觉得我们会一辈子停在原地吗？又不是全世界只剩林心蕊。看开一点，像你变了。人长大了就会改变，而你好像忘了长大了。在这里等你回来。